狗狗在哪里？他会不会很怕人？会哦，就怕生，我不敢接近他。在哪里？那个芒果树下，芒果园的树下。狗狗啊，赶快出来，要救你呢！瘦巴巴的怎么办？我一出散呢。就看到吗？他现在在那边，他真的好瘦好瘦。我的头前哦，一看我一个人的看头前啊。小黑啊，小黑啊。张贵凤医院呢？我哩，张贵凤医院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哩用蚊子好啊。小孩，拜托你乖一点好不好？赶快让我们抓到，就赶快送你去医院。大家都为了，陈老，你当然买单，你当然买单，我玻璃又咬掉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叫他，不要叫他，对对对，不要叫他。啊，我的心脏开始在跳了。心中该戒掉啊！Oh!